你怎么在上面？你怎么爬的？你下来了？下来吗？下不来怎么办？你会不会怕？会不会卡住？不怕。那你脚脚下来，然后没关系。我干嘛呢？那你慢慢手肘放下来。你自己卡住，你脚脚到了，脚脚到了，脚脚在地上，对。你哭？没有哭，因为你的脚脚刚好到地上，你够高啊。你的脚脚够高到地上啊，你又不是小 baby， 那你下次不要爬这里了。不要啊，妈妈。啊，你再用一次，我用一下来。不要，再用一次，妈妈用我上来。现在已经过去了，你再用一次。妈妈用我上来。我去找弟弟的哦。不要。那你要我陪你吗？好，你要玩啊。可是我想要妈妈一直陪我下来。好，我陪你上来，下去。不要，我想要妈妈一直陪我下来。在哪里？我想妈妈一直陪我下来。好，我抱你下来，你上去。我一直叫我一直妈妈抱我下来。我给你看视频哦，你刚刚是脚脚可以到地上的。弟弟来了，弟弟来了，弟弟来了，弟弟来了。你看，弟弟自己也可以上去哦。你看，弟弟不可以。弟弟不可以吗？弟弟用给你看。弟弟上去。弟弟上去。他是哥哥，不是弟弟。上去上去上去，加油加油！你看你是不是够高？我是这里看。那你休息。